子痛，就解决了一下，然后就就稍微就有点迟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播了，那个放歌，放错了。好，欢迎北京时间5点多的时候，大家依然停留在我们286大海沙话。你要像我一样爱他。好，新进来的朋友如果没有点直播时通知的话，把咱们直播时通知勾一勾，咱们那个没有打卡的话，把那个把那个卡打一打哦。如果你没有鲜花没有送的话，把鲜花走一走。好，感谢朋友们的花花。然后咱们现在正在画的，这是一个录制的一个视频，相约2861。喜欢咱们的朋友点一下直播室通知啊。从这幅画里就可以看出，咱们这是一个汉子啊。那我觉得他对面可能就会是一个妹子啊。谢谢夸奖。我觉得咱们每一幅的沙画都承载着每一个那个幸福啊，每一份幸福。那这幅画呢，就是一幅，从这样一个初成，就是半成品来看，它是又是一幅就是情侣之间的一幅那个关于爱情的图画。那我们有朋友说了是婚礼，那我觉得也像婚礼，因为它这个衣服出来了，这一看就是个礼服啊。那我感觉这是一个那个结婚时候咱们的那个要结婚了那个舞台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他旁边应该再有个神父，但是我觉得有个神父的话，他就多了那个成那个陪衬了，就不太好。所以咱们这幅图是一个情侣要结婚了。感谢我们一生有祥的礼物。去把我的领主你记住了吗？傻瓜，我不会怪他，把我忘了吧，傻爱就留在回忆里吧。你对我的好脑海中缠绕，我会没时没刻为你祈祷。进来的宝宝如果没有点直播时通知的，把咱们那个直播时通知勾一勾啊。如果没有打卡的话，屏幕下方两个字打卡，用你的小手轻轻点一下就可以了。感谢。如果你们屏幕下方还有星星没有送出的话，点击把你们的小星星送给我们，谢谢。谢谢我们昔日无言的花花，感谢朋友送的点心。这幅画的名字叫做《相约2861》。你要像我一样爱他。我们大海沙画会给每一个朋友带来你们不一样的这个视觉，对吧？不一样的画面，不一样的沙画，不一样的视觉，但是同样的一点就是一样的幸福。